想要到昆塔斯这家媒体争相访问的小店吃饭的话，太晚到你就只能望着店内的人那一张张满足的嘴脸了。究竟什么样的料理能受到如此广大的回响？原因就出在那号称五星级手艺的烤鸡身上。除了调理时火候拿捏的恰到好处，端上桌绝对是多汁鲜嫩的口感之外，店家还钻研了各种不同的酱料，让整只鸡吃下来不再只是用单一的沾酱，吃着重复的口味。这样连小细节都非常注重的店家，也难怪就是一个小小的店面都能吸引到从远方来的客人。